先开一下。要开是吧？对。哦，你跟一下英文。哦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手动是吧？自动。自动，如果我调自动的话，我就哪里开呢？啊。在这个这里先开液压。不用这里，直接。那你按一下。行程这样。哦，然后你再开一下手动。慢一点，帅哥，你慢一点。一个是吧？